从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实验，关于我们内家拳课程免费这个事儿，我们想了很久，课表都设计好了，这是太极拳的，这是形意拳的，免费学习武术能否挽救日薄西山的内家拳术？我们有200万粉丝，在各大城市举办过实地培训，很多人骂我们刚知道卖课程。在最近学习博弈论的过程中，我就在思考关于正和博弈、零和博弈和复合博弈。现代搏击是正和博弈，所以它能发展好，运动员们学习搏击能打比赛，能挣钱，能当教练，所以哪怕他们花钱去学习搏击，但是能赚回来。搏击这项运动与参与者来说是正和博弈，互相促进。但是传统武术为什么发展不好？学习的人投入时间，花钱请师傅师兄弟，到后来还赚不到钱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投入没有产出。所以武术与参与的人是复合博弈，你投入的越多亏损的越多，所以肯定是日薄西山。于是我就在思考，如果我们的课程免费，能不能够帮助到日薄西山的传统内家拳？我们的风格一向是敢为人先，于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形意拳、太极拳课程免费，具体的课表都在这里。因为之前我们的客户都是付费学习，也不能让之前花钱的客户不平衡，所以我们分成了两个模式，免费模式跟付费模式。大部分的内家拳的学习者分为以下两种，第一，他想养生锻炼身体，第二，想出功夫传承技术。那这两种都可以选择免费模式或者付费模式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想养生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免费课程，足够用了，比去外面学一些不靠谱的东西交智商税要好的很多。其次，对于想出功夫的朋友，我们的课程一样免费。如果大家看看我们之前的付费学员群就会知道，那么自己练几乎很难正确，需要我们不停地给大家纠正修改动作。因此无论是养生还是练功，如果大家想做对或者有一些疑惑，可以选择我们的付费咨询，30一次不贵，课程一样是免费的，还能够根据大家的进度给大家进行指导。因为免费课程没有钱赚，我们还得安排工作人员跟申请免费课程的朋友们聊天，他们需要发工资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赔钱进行免费的教学。所以课表在这，免费课程，所以我们不欠大家的，我们只教真正学习的人。如果你第一课练不好，不会免费送给你下一个课程。第二，课程没有服务，因为我们要省出时间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。第三，自己练容易出错，建议大家走付费咨询的模式，不贵，但是在练功过程中出现问题与我们无关。申请免费课程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步骤，第一，拍申请视频，我是某某某，我申请庞超老师的免费形意拳、太极拳教学。第二，为了更好的传播武术，我们允许庞老师的团队把这个视频外发宣传，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学习到内家拳的免费课程。这一条我们解释一下，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们亏钱做免费教学，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传播正确的内家拳，辛苦大家也帮忙做做宣传。第三，免费课程本人自愿领取，在练功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是本人个人的选择，与庞老师及其团队无关。大家拍好视频之后，然后第二步，把我们内家拳课程免费的视频在任何平台转发一次，截图发给我们就好，一样是为了更好的免费传播内家武术。还有不明白的细节，大家可以私信我们或者咨询我们的助教老师，我们试试这样能不能让这两部分朋友，无论是有养生需求的还是有出功夫的需求，能够花更少的钱甚至免费学到更优质的东西。也同时看一下这种模式能不能让更多的朋友接触到科学的内家拳，让内家拳特别是传统内家拳对的东西不至于失传。